北京是特殊的城市，因为它是唯一一座双奥之城，就是既举办夏季冬奥夏季运动会，也举办冬季运动会。那作为一个台湾青年，我说我们能参与其中是生逢其时，我是号召更多的台湾青年，我们一起参与进去。两岸的青年通过冬奥这种盛会，然后真的能一起更团结。其实奥林匹克精神是更快、更高、更强，加了一个更团结。通过交流，我们可以更客观的、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发展跟变化，而且我们要去了解其中的道理。那我想你的舞台跟空间一定是非常广阔的。